梦见吃橙子。上班族梦见吃橙子，预示着工作朝着自己的规划前进，但要注重全局性，成为领队也是有可能性的，但要注意给别人表现的机会，对己对人都不要过于严格。考生梦见吃橙子，说明考试成绩差，要注意合理的安排时间。单身人士梦见吃橙子，说明你的恋情运势良好，只要努力便可成功。孕妇梦见吃橙子是吉兆，预示宝宝会健康出生，健康成长。找工作的人梦见吃橙子，预示求职运势不错，能遇到好机会，你的条件和招聘方的要求较吻合，渴望获得不错的结果。